我觉得很多学生可能都会冲着我而去，如果发现导师没在位置上，换了别人，他们可能会有点错愕，所以我一定要去。从歌手、演员到厨师，我从来都是认真的。2018中国新歌声，我将会用音乐和你们认真玩。周杰伦、谢霆锋、庾澄庆、李健，中国新歌声第三季，7月14日晚上9时，天下卫视全美震撼首播。